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发展优先，以人民为中心，普惠包容，创新驱动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行动导向，将增进人类福祉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，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。重点合作领域强调践行，中国始终不忘自身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底色，始终把发展放在国际合作突出位置，努力画出共同发展的同心圆。面对困难重重的世界经济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，致力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，积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，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，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。